面不能抽烟，不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闻到酒味。我们刚来一起喝。这里面装的是酒啊。绿茶。绿茶？闻到是啤酒味道呢。来一起就喝了。这里面装的是啤酒啊，对吧、啊？里面装的是啤酒的味道、啊。而且你告诉我，绿茶会这些泡沫？绿茶怎么会这些泡沫？这边就啤酒泡沫，违反防疫规定，有带疑似啤酒进来。大家刚刚明明解了，为什么闻到酒味？这里面装的是酒啊，绿茶，闻到是啤酒味道呢。来，现在就喝了。这里面装的是啤酒啊，对吧、啊？里面的有带疑似啤酒进来，然后现场也不知道，对，那现场室内抽烟以违反烟害防治法。绿茶，我闻到是啤酒味道呢。来，现在就喝了。这里面装的是啤酒啊，对吧、啊？里面装的是啤酒的味道。而且你告诉我，绿茶会这些泡沫。绿茶怎么会有这些泡沫？这边就啤酒泡沫，违反防疫规定，有带疑似啤酒进来。